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跑这儿的大瓜。今天过年想吃排骨，我问他咋个吃，他跟我说火烧来吃。没得办法的，明儿你包回去，我们弄来烧来吃。姑娘，哎，啊，这里明儿有个骨槽噻。屋里不有骨槽吗？你有现成的嘛就要的噻。来，排骨一块，清洗干净。我们准备点腌制料，姜蒜。再来精华泡海椒，盐巴，蚝油，味精，料酒。这个配料放好了，我弄来烤转哈，涂抹均匀就要得了。走，抹薄点了的哈，别抹上厚痕了，抹上这儿不容易烧熟。好的没得呀？快点好嘛，到这儿吃噻。哎呀，把泥巴抽开，好吃下次我们又弄。哎，快两块盘子头。先试呀。哎，真的香啊。嗯，都中爱。哎呀，有肥腻在上面还好吃的。对，还有点肥油油脂油脂的感觉，嘎。嗯。这味道好吃，焦的。那么我装焦的给你吃嘛。我就有。大家可以试下这个排骨，用你烤起来，真的是香喷香喷的，但是要费时间哈，烧火哈要两三个小时。我帮烤成黄脸婆的。怎么会呢？烧火帮你吸黑噶。嗯。给我做饭，我就是放在我们的叫花鸡做的，反正没让我失望哈。让你失望没有？没有。打好多分吧？69。还有一分去哪里呢？跟我自己打的。你烧火是吧？烧得好。今天这个叫花排骨，还是叫火烧排骨？火烧排烤焦了的，香喷喷。拜拜。拜拜，明天要来哈。